是1951，没错。一九五一年，等于你今年都73岁了。应该是这么说。你的饮食是什么方法？我就是一天吃 一餐嘛。一天吃一餐。对，这个间隔应该有20个小时超过吧。OK。吃完这样子。OK。然后。然后我会吃。芭乐啊，大部分的食物的水果是芭乐比较多。啊哈，所以你肉和菜反而少吃。我有吃啊，就是我一餐里面都会有肉啊，有白煮蛋啊，啊哈，然后会有一片鱼啊，啊哈，这样子。OK， 所以你都吃鱼和蛋。呀，也有肉啊。那你做的重训是做什么类型的重训？我说的重训啊，就是我在握劲嘛。啊。啊，对，是他的机器那个重训啊。哦，你说机器的重训。对对对对。哦、OK， 那你记得通常你做多少下，多少组多少下吗？啊、如果有教练的话，他就是他训练你就是一次12下，然后4次。OK。那如果我自己做的话，我如果可以，我会做，比如说一次12下5次这样子。OK。对。那很厉害，哎，可以示范一下你的。你有多厉害吗？你的力气和柔软度、那你有吃饭吗？有时候会，但比较少。比较少，所以你吃的淀粉？我会吃地瓜啦，还是豆类啊。我吃的菜大概是家里自己种的。Uh-huh. 然后芭乐也是家里自己种的。Uh-huh. 比较少在外面买哦。OK， 比如说外面的进口饮料，我从来不会买，也没有喝过。嗯哼，因为很多人他们如果吃的太胖，然后可能也喝酒，他们都年龄还没很大，50多岁已经身体都有很多问题。因为我还在工作呢。你还在工作？是啊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自己开店。哦，你自己的店？对，我是开内衣店。哦、OK。那种你加工食物就不吃了，对不对 ？Very little， 很少，几乎没有。我已经有10年没有吃过外面卖的便当 ，maybe 超过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啊。不会。